揭那耶娑婆，南无阿耨多罗那耶耶。
阿弥陀佛，自古以来有佛教就有佛教的代表物佛事佛像，更有一种更圆满的叫佛陀的舍利塔菩提塔等等的佛塔，所以我们要发愿在各个地方，包括离岛、金门、澎湖、兰屿，甚至有沙叶的地方，都应该来这边造佛塔。有灾难的地方，曾经发过灾难的地方，我们也应该要造佛的舍利塔、佛塔，来消除，让那些灾难者得以超度。所以希望大家护持造塔的计划。阿弥陀佛。净除恶业的菩提圣福，累积资粮的